未来在做的在做社会运动，不然呢，我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地方？好，那我在此非常感谢各位来。一个坚持，两个座右铭，三出精神，四大考验，五大服务，六个建立服人友谊的方式，七大焦点，八个担任职务领导方式。保罗·哈里斯，1910年，有很多服人社合在一起之后，有一个国际服人社，他是第一个国际服人社长。祖师爷说，你参加胡人是干嘛？你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大家聚集一起来做一个不平凡的事。你的胡人徽章是有重量的，它的重量代表了你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亲善友谊的人，多元胸怀的人，你是一个愿意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而努力的人。计划有一个特性是说，胡人不担心没有经费，担心你没有好的计划。因此，计划的本身很重要。你怎么让你的计划让人家知道？一个好的服务计划可以去连接呢，好，各方不同的这些人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的一件事情，它呢可以让你的呢这个社呢更稳定，好，那更强大。刚开始的徽章也是慢慢演进，可能某一个色 A 色它是这样 ，B 色是这样啊，大概都是那个轮子的意思。转动的意思就是你要有文明，然后你要转动，你要有某座的服务要动。德一社要不要动？要。担任社长就是想办法去中间那个轮孔把它转动。有人如果问你说什么叫服人人，服人人就是采取行动的人，进来学习，出去服务。做社长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参与者的投入。因为你有了联谊，就可以做很好的服务。因为你有大家互相做服务，大家变成像黄金般的交织。那我们结合大家一起的力量去服务人群，最终要追求一个世界一个和谐跟和平。这个是我们 Rotary 其实的开宗明义，它是一个可以让你个人往完美的人生追求的一个组织，不论的一切一切在谈，没有跟你谈责任，但是他把希望告诉你，他把目标告诉你，你有高道德标准，你愿意服务人群，你又有结识好多的好朋友，而且这些好朋友各行各业，你有在你的生活也好，在你的工作也好，在你的服务也好，都能够及时可以提供他们的专业来做服务，那你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生吗？假如他是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假如你依着他的这个规则，依着他的这个标准，依着他的这个心性，依着他的这个行为去做，请问你不是就过了胡人的生活？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，这么多钱，你觉得我们还要保持以前为善不与人知的态度呢？我们要宣扬我们的福伦品牌，我们要透过什么？服务行动。你一定要找到，一定要找到你的核心的价值。你为什么要加入福伦？如果你找不到，我告诉各位，不要因为我是 CP， 我没有办法勉强你，只有你才有办法找到那个核心，你才有办法留在福伦。因为其实今天上课最大的收获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对于组织不太了解，到底对于后面的效益产生是什么，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。那借由这次的上课，其实可以让刚加入的人，其实甚至连已经加入很久的人，他其实都会很有收获说，
哦，原来其实这一些服务或是这些金钱的流向，它可以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是课程中收获最多的部分。以前我都觉得说加入福人社要非常有钱，所以他一个人可以成就所有的公益的事项。可是今天加入福人社之后，我才知道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大水库，你可以一群人来成就世界和平的这个梦想。然后福轮是一个转动的齿轮，所以它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进。所以这个是我今天上课最大的收获。